普拉斯未知之境，伫九月九号拜三暗时七点半，要伫咱台南全美大戏院演唱。即马甲大家介绍一下吼，阮即届新专辑吼是做啥物歌呢？哦，第一条歌叫做《我们有七个乐器》，人生到处知何事，人生到处知何事。这是古早时代哦，迄个苏东坡啊，苏轼的一个真出名的诗就对了。公共电视啦，演一个戏，萧敬腾做主角的。啊，我是演一个德叔啊，是啊，我是演迄个萧敬腾的良心呢。萧敬腾啊，人生啊拄到困难的事啊，我就跳出来，我就甲伊指引哦，即个人生的方向就对了。算咧，他算咧。哦，导演讲要叫我背一个迄个苏轼吼，古早的这个诗吼，当作代书啦。人生到处知何事，甲写作歌就对啦。啊，萧敬腾呐，伤贵吼，我这条给你用吼。我来第一句话叫做《红姑鬼》，哦，这情歌哦，这就是咧讲红姑鬼，迄个就对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要看未知之境这款的功力，甲一个足爽的歌变作。品质提升哦，变足厉害的电脑。来来来，今麦过来，这个歌叫《创啥会》，就是吼，这麦情歌哦，吼，就是讲人伫爱情中间啦，吼，拢定定去嫌弃对方吼，今麦到底是咧创啥呢？这创啥会？哦，萨克斯出来有无？哦，哦，钢琴出来啊，吼，哦，规个拢出来啊，哦，这个歌叫《创啥会》啊，哦，这个歌叫《秘密情人》，这麦情歌哦，吼。所以讲啊吼，为人吼较歹剃头就对啦。哦，那谈恋爱嘛无爱互知啦，变作一个秘密啦。啊是讲吼，伊都拍一个无够格吼，就另外去拍一个吼来幽闭就对啦。这个歌叫做《秘密情人》哦 ，Baby Elephant Walk 小象走路，口水口水啊有无？所以讲哦，去看迄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，啊哭袂出来啦，只好写一个比悲哀更悲哀的故事来自我安慰咯。真无奈，比悲哀更悲哀的故事，将来何解名？因为啊，2018年学出来有无？哦，听足爽的有无？这是特别要献给高雄的吼，高雄鸡排最好吃，就是要庆祝咱鸡排啊冻酸吼，关心咱高雄的观光产业就对啦吼。哦，唔是哦，哎呀，对啦，你对啦嘿。这样会不会？来 ，CD 第十条，快讲。这个歌吼，我伫2018年11月24日暗时啊，悲愤之余就下来啊。这就是咱对艾克膜真有兴趣啦，去研究伊各种的作用啦、功能啦、种种安怎，我更听这个柯市长就对了。这嘛情歌哦，哎，爱在艾克膜蔓延时，呵呵呵我知道。那我咧猪头皮普拉斯未知之境，咬起来那优美的歌就对了。哎，还没开始哦。咚咚，拄到就拄到啊吼！哦，这嘛情歌呢哦，这就是咧讲现代人啊，这个速食爱情啊吼，伫 FB 吼，安尼黏伊来黏伊去吼。不过嘛是有可能拄到真爱啦吼，探讨现代科技速食爱情的一条伟大作品哦，情歌。低头回苦辣死未知之境，卡大哦，卡大哦。卡大哦，来放一条歌，大家听咧哦。叫做啊，拄着就拄着啊。我是用迄个标准的哦。上尾一条歌吼，叫做一个一个绕跑了，吉他噪音，贝斯噪音，哦啊，萨克斯噪音，哦 ，trumpet 噪音，贝斯是嘛个滴？贝斯照有无？九月九号暗时七点半，台南全美戏院低头皮新专辑演唱会啦，努力啦，谢谢啦！